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用手机来看连续剧啊、电视剧啊、香港连续剧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去这个Google Chrome，然后打今日影视，然后下载这个。手机的版本，下载了过后呢，就去这个道路这个橙色的这个 APP TV 版呢，在 Android 也是可以下载，然后按 download 哦，download 了过后呢。你就会看到一个 apps 在这里，今日影视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看你的戏了。这一个呢，APP 呢是不需要什么 password 那些的，一进去就可以看了。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里面的这个系统啊。首先呢，你有看过了，就是你们会华语的都会咯，然后。我用的是华为的电话，所以呢，它下面看的东西呢会有不一样哦。So，大家时常看的连续剧在这里，然后香港连续剧啊，全部都会出现在这里了。最近很火的《法证先锋四》啊，也是有在，然后还爱回家啊。以前的戏啊，都会出现在这里啦。如果像你要找最近的戏，可以找这里哦。下一站幸福以前的戏，说好就直接出现在这里了，马上就可以看了哦。这在马来西亚是可以看的，还没有被守着。OK，这是台湾版本的。OK，so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海外剧啊，然后日本剧啊，还有台湾剧。都可以看，然后我们试看看一套旧戏吧，《廉政先锋》这个，它是很快的走，一下子就可以看到。这。非常经典的戏都会在这里出现的。OK，so 还有大家要看的 live 直播、电视直播也是可以在这里看到。好像最近的这个信息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咯。然后 live 直播也是有。可以去到这个。OK，Live 直播这里是可以看到这个，现场看到了 CCTV 的戏哦，然后还有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台，还有电视啊什么。上网快的话呢，会。
就会有主宰。北京电视啊，都可以看到。上海啊，生活频道啊，好，我们来看好这个黑风，速度是也是蛮快一下的哦，然后又起。OK， 如果要出去的话，只要在这里啊、这个这里扫两下，然后再回到去这个最新影视里面找你要看的戏啦。So， 就这个。